每一位女孩都有着她们独特的魅力。我想在这里鼓励大家展现自我，并通过舞蹈传达出属于我们中国女孩的美。斗胆运用了一下惊鸿舞的这个元素，也代表是我们对我们历史的一个致敬，一个尊重。哎，你们就是比较激烈的舞蹈呀，都是说，其实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人。我相信，他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，然后也很期待他们的比赛，很期待他们的舞台。我觉得这一段时光给我也带来了可能是我今年最重要的回忆了。